机吼，来你的作品，甲大家介绍你的标题叫做啥物？我的标题叫做《永远的部队长》。部队长是啥？就是张彦霖先生。你太远啊，你声音收袂着，还是要揢落？你敢有要揢落来讲？因为我惊。听讲我提迄个手提，我都有一点紧张哎，可不可以掌声鼓励一下？感谢。来请。好，永远的部队长，你是保庇台中的守护神，76当前二七部队有你带领，对抗杀害无辜人民的军警，甲因。派出所一个一个攻落来，恁拼命对抗贪污政权，开创台中光荣的历史。无奈祖国军队太强暴，部队无打话，煞去暴力，拍一场乌牛兰战役，致使你坐17栋冤枉甲，煞换来。牵手一世人的疼痛，出嫁了后并无安稳，祖国的监视毋捌撒手，那亲像梦神，随时会甲你掠走、抬死，搁找无尸体，使人惊吓。40冬无眠无日、提防的日子，你勇敢到美国。旧金山公演，把1947的经历讲予大家听，无予政治断死，就有使命讲一世。有天公伯啊，庇荫活落来，剪彩是注定好的命运。日本战。战败迄当阵，你上支持，予祖国接收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也伫手里海也海，敢若充满希望，老神在在，毋知因是防清心、切心、防切心的失灵政府，但你已经觉醒，台湾人毋是中国人。这句话换作你的信仰，尽你的使命，顾你的手甲嘴，甲事件的一切，传予众人吧。今年的二七部队纪念日，应该是旧年，我对着你参加的上尾摆，会记你要伫家户病房的你。但去担当参与的责任，无法度亲身到现场，经由网络直播参大家三期，年会已经来到113，意志还是遐尼啊坚定，深深感动在场所有人。即天食饭完。是纪念二七部队的传统。26当前的女性青年，甲已经半烧冷的饭碗，送到每一位勇汉的手里。食入去腹肚，心里的感受比嘴里搁较温暖。那咧教阮提醒，那社会。不公不义，大家要同心来争取。看到这的少年家精神光干，气势霸地。纪念日办了无几天，你安心回去祖先的怀抱。接下来的代志，阮会努力继续完成。感谢你对台湾的疼心和奉献，咱永远的部队长。将一年先生，感谢。多谢伊凯吼，他拄啊伊所念的伊的
创作吼，是伫咧咱手册第54页到56页，头拄啊袂记哩讲歹势。